大家知道说我们球队在中继后援这一款是在今年表现的是稍微弱了一点，所以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是先在这一款做一些补强。蓝色的款是林选手苏俊章，苏俊章在这一方面是表现得还不错，我也认为他假如说进来的话应该可以立即上手啊，所以我们就是选我们需要的这样子。其实都可以啦，就是说这些人都是在我们原本讨论的名单里面，这些名单都是我们经过一些大家讨论的结果所选出来的，因为没有差很多。其实我们一开始有锁定左投，像朱医生我们是有考虑，因为我们这一队老实讲是比较在左投这一方面是比较缺的，但是没想到被别人拦走，这个是我们也算是唯一没有选到的。